各位投资者新年快乐。那我想呢，在今天我相信都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开局啊。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放了一天假，说真的我是有点脑袋空空，我不知道要干嘛，所以今天到这个稍微迟到了一点，这个才开始我们的今天的节目。不过我想这一点都不重要，因为今天一开始你可以看到真的很奇怪，一月一日根本没开盘，为什么那么多好消息？人行又要放水了。哎，放水不是上厕所，或者是这个，或者是说，哎，你来考试，我放给你过，不是啊，对不对？资金又放出来，对不对？人行最喜欢做这种事情了嘛。人行就是人民银行，不是台湾中央银行，对不对？还有包括什么样？一月十五日，本人生日啊，不过那一点都不重要，对不对？一月十五日，川普要签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。说真的，这都知道，只是时间没有确定而已嘛。就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那都没什么。说真的，你知道那么多关你屁事啊，投资朋友。我们来看一下电脑画面，麦公不跟你讲，别说我没跟你讲，好不好？你们应该都要知道的，只是很多人我相信你充耳不闻啊，对不对？一堆人问我这是不是建设第二，我告诉你，只有会员才知道答案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说的真的没什么，这真的没什么。今天不止这些消息啊，投资朋友，我在上礼拜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你不要以为真的一万两千点每个人都赚钱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一位投资人讲的一样，他说一万点啊，股市一万点有赚钱，那是骗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都买到一些赔钱的股票嘛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去看看这些股票，我不要讲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些股票，我请问各位投资朋友，股市一万点关他屁事，对不对？我们说的粗俗一点，我现在要学这个学总统候选人一样，关他个屌事啊！股市一万点呢，对不对？我请问投资朋友，我已经讲过了嘛，投资朋友，当然没有错，那些人都停损了，不重要，会不会反弹我也不想知道，但是我当初怎么跟大家报告的？我在这一根黑 K。回去看时间好不好？你回去看十二月十一日，我当时跟大家讲过了，如果叫我买光纤股，我三档来选择，对不对？3081的联雅，6451的讯息，另外一档是4977的重达，可是我一档都没买，因为我不用买这些股票，投资朋友，我不用买这些股票。哎，我们家有建策，哎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啊，大家记不记得？封关那一天，我的标题叫什么？感恩建策。今年建策是我们吃，是我们穿，对不对？当天有人，对不对？阿姨嘛，就阿姨嘛，在某节目大讲特讲，公阿不一定正得啊。请问投资朋友，今天你讲到飞天专地，是不是大家都把单子下错，下成3563，想怎样摆？反正没有关系，想怎样摆？不管建策跟穆德都是会员持股啊。想谁要摆嘛，对不对？3563、3653，这样你懂吧？好不好？这不难，好不好？那我只是跟大家讲过，能救一个是一个，你不让我救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只能告诉你，你好自为之吧，对不对？天皇老子来救你嘛？你输死是你家的事情啊，你放空输死也是你家的事情啊。台积电那么强，你还在放空？你不要笑，真的一堆人是这么做，好不好？一堆人这么做，反正那关我屁事，我不想讲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看。我讲了嘛，骗不懂股市的人啊，没有错啊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好不好？真的没有错哦。投票这事我们不管了。一月一日，三星跳电啊，投资朋友，那运气真好点。我请问你，你不要说我什么都有，没有啊，我就掌握出几个关键族群嘛。我讲过了嘛，记忆体族群里面，对不对？上游买南亚科，下游买什么？我买群联。我也看好威刚，也看好金鳌科，但是我就买群联而已。哎，可以几只都搞啊啦，好不好？会涨一只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三星怎么跳电的？这边大家有写到，他在华城的工厂哦，不是在1519的工厂，在华城的工厂元旦发生意外，对不对？他华城工厂生产 DRAM 跟什么？跟 NAND Flash， 然后呢，采用极紫外光逻辑代工三大事业。三星说会在最短的时间恢复生产，很好 ，very good。对不对？哦，那内容自己看就好，我不想再花太多时间讲。反正他要停工生产检查，至少要2-3天，因为跳电了，对不对？其实跳电
我认为也不是什么大事情。可是因为前面之前有人水灾啊，花了好久才恢复原。你看他这边有写到哦，地震，地震，地震，哦，地震跟跳水才不会一样，对不对？去年日本位于日本东芝啊，位于三重县的厂区，因为地震发生跳电，经历长达半年才恢复生产，造成市场 NAND Flash 的供货短缺。去年七月份 NAND Flash 现货价格止跌急涨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去年第四季跟今年第一季价格又喊涨，结果华城跳电，如果停工期拉长，势必影响整体 DRAM 跟所谓的 NAND Flash 的供应。投资朋友，请你看清楚。当然，今天开盘去追南亚科，收盘顶多赚一点点。上礼拜躺在那里让你买，你不买啊？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我都讲啦，投资朋友，请问你谁不知道我买群联？我请问你，我多少次帮小潘潘讲话了？我讲 N 遍了，你这些投保中心什么什么鬼？我请问你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投保中心也求偿乐生。李永平都要出来选立委了啊，你怎么不去抓他算账啊？没有事情，拢无代志啊，你都做些无聊的事情，人家真正。每年现金股利发一堆，你去办人家，你不去办应该办的。有些很神奇的公司我不想讲，有一家公司去年下市了，对不对？大股东用四十几块把股票收回来，因为他两百块 卖很多，卖翻了，还卖给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寿险，卖了一大堆。我不要讲是什么月，我没有讲，我没有讲，对不对？还有这种啊，你都不去办，你都不会去办，真的奇怪。之前每年赚七八块钱都不配息的，你都没有办，你就当作充耳不闻，对不对？会计师都要办啊，我跟你讲，去办这种投资朋友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投保中心去找这种人家马来西亚来的乔生，我忘记是小我一岁还是大我一岁，好像小我一岁吧。你去办这没有错，我之前在前面版上跟他讲过，当然会计上面的处理真的是有问题，对不对？这部分罚钱就算了嘛。你还跟人家求偿几亿，哼，你活该啊！你都不要赚这种钱，你们都不要赚这种钱，好不好？285元到362元，投资朋友，你们都不要赚这种钱，给我赚就好。我告诉你，我天生喜欢钱，我天生视钱如命啊！你们都不要赚这种钱。新闻之前出来一大堆的时候，在这里啊，是不是在这里？这附近嘛，12月10几日你会去查，对不对？投保中心要求偿6亿、7亿多少的？你不去找那些垃圾公司求偿，我请问你，你有看过投保中心求偿什么什么？不，我写打错了，113，对，你有去看过投保中心要求偿什么再生吗？都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有可能有啦，我没看到。你不去求偿这一些，去求偿那些543的。我说真的，我不多讲，反正那干我屁事。你又让我赚到了，对不对？不管是群联，今天群联收在相对高点，今天南亚科是比较落差一点嘛。不要紧，南亚科1月10日就要法说，你看他怎么讲，好不好？我说我不讲。回到这个上礼拜嘛，12日上礼拜没有错吧？我跟你我没讲啊，圣诞夜你花点时间来看你就知道了。投资朋友，我说真的，我里面讲一档股票而已，叫做什么？就是穆德啊，对不对？香山百货，你说快去，那你的意思是不是穆德就是建设第二？我说你随便你怎么认为都可以，我随便你怎么认为都 OK， 对不对？有人跟我之前跟我讲茂林是监测第二，你怎么认为都没关系，都没有关系。茂林我已经走了，赚了40%走人，拍屁股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拍屁股也没关系，你不要拍脸啊，脸拍的不好啊，哦，拍红了不好看，对不对？不管投资朋友，穆德，我在礼拜五，我在礼拜二公开跟你讲，甚至上个礼拜的。股市周报我已经讲了，好不好？所有都是证据，都给你看。那我跟大家讲 IGBT， 对不对？当然没有错，这是建测的嘛，对不对？谁做不管，投资朋友，我礼拜昨天我去看这个车展，我特别去看这一台宾士啊，对不对？不过看完之后，我觉得我不是很想买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很想买。哦，那有空再跟大家讲为什么，我就不多讲。不过真的很漂亮。我也去看这个特斯拉，他们销售人员真的很强，告诉你说可以省多少电，省多少电。说真的，现在以电池来讲的话，如果真的要选纯电动车，我觉得特斯拉应该还是占有一面。可是5年之后不一定，因为特斯拉的电池技术太强了，包括连充电技术都比这些强很多。你这些东西，你光插电都插多久啊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后来就想说算了，我本来想要当场订车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没差嘛。但是我想算了，哦，
那我也没看 IGBT 涨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去建策法说会的是有看到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边没有看到 IGBT 涨在哪里，不过那不重要，那不重要，对不对？那不重要，对不对？这一台是什么 ？BMW i 8这一台1000多万，不然高百瓦班，两千万千瓦班，哦，是够贵的，这我买不下手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买不下手，我还是等我那一台什么福特的野马。福特今年在十一月有说啊，他要推出全电系列的福特野马，哎、欸，野马真的蛮酷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时候可能换算为台币可能不到200万，可能啊，我不知道。如果要买那种电池技术还不成熟的，我买福特野马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用去买宾士，不用去花300、350去买宾士，对不对？那不重要，哦、我特别去看电动车的趋势而已，对不对？那我也跟他讲这些东西，投资朋友都跟你讲过了，我们就不多讲了。我今天只要告诉你，导出我跟你讲的东西。来来来来，投资朋友，来来来。对不对？这么简单，你都看到了。上礼拜二，你说会计师你不能这样。我今天开盘的价格最低在365.5，你就叫我去抬轿，我没有叫你去抬轿哦。你买不买是你家的事情。事实上，这东西我早就已经讲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讲了，投资朋友，谁叫你不参加我会员？除了纯股会员没有募得之外，大家都买到了，而且都买得到啊，很好买。非常非常的好买，对不对？灰熊灰熊喝倍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你不要只看穆德上面那一档股票，未来也会大涨，是你现在不知道而已。那穆德这波在涨什么？我也跟大家讲，市场 只有传出哦，我告诉你，传出他要做 mini LED 的光学检测设备，到底有没有做？我不知道，好、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我告诉你。其实另外一点抓什么，我也跟他讲过，我在我的会员的讲座已经跟他讲过了，他利空不跌。哎、欸，你说这营这个营收也耗高几？我掐门里，这营收也耗高几呢？对不对？他十一月份的营收，对不对？只有你看看哦，十一月份的营收只有去年最高营收三点一五亿的十一月份的营收，大概将近人家三分之一而已。我请问你，为什么十一月营收公告之后，他股价再也不跌了？十一月营收大概十二月初公告的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人早就知道了一些什么东西进去卡位？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所以股票很简单，你自己有朋友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们怎么选股的？”我说：“你设好停损，做错记得要走，就这样而已，没什么好讲的。”你很容易学好股票啊！这一根我们买不到，我买的时候是这一根的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买的时候应该是这一根吧？应该是这一。哎，我看一下时间。十二月二十五日嘛，好不好？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哎、欸，这一天，我买错这一根了，我买错这一天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买一缸嘛，隔缸上给我这，隔缸上给331啊，我买是这一天，投资朋友，我不厉害，厉害的人要买这一天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敢去买这一天的人，应该知道一些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啊，对，我只是告诉你，我把 F11 按，对不对？王伯教的嘛，旁边都绿色都不要买，哎、欸，绿色绿到爆炸了。十一月份营收出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王博还跟我说：“哎呦，恨不得营收吧，拉我告诉你拉惨。”结果隔天开低走高，哎、欸，这跟有一档股票很相像，你知道吗？之前6238，懂不懂？之前6238的胜利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胜利上季的上季 EPS 多少？哎、欸，0.54。公告完之后，胜利公 EPS 公告完之后，股价一路往上走。他说他护盘股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都有鬼？我请问你，就是有鬼在里面。对不对？可能也是有神啦、啊、你拜上面行动也是，对不对？可能也是有神在里面。这些都是我想这周告诉你，利空不跌，后面一定有大事嘛。看你信或不信啊，你不信也可以，没有关系啊。你不信也可以，不过穆德就长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也恭喜大家，不止穆德啊，投资朋友，其实我都讲了，股市周报，麻烦你，我去录的时候你就看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国内 AOI 光学检测设备厂，对不对？客户需求递延，十月营收创两年新低啊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股价不跌反涨，持续布局5G 智慧摄影机产业。什么叫智慧摄影机？你知道吗？叫做 smart camera。说真的，智慧摄影机会有什么情况？你知道吗？以后不用摄影师了，他自己跟着走、欸，哎，他就你不要锁定人的大小。他走到哪边，他跑哪边去。像我们这样就这就没有智慧嘛？你看，这没有智慧，对不对？我这样左边右边，我可能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那以后呢？我左右边，他跟着转哎，这叫 smart camera。哦，不重要，好不好？五 G 关键字嘛，对不对？随使用者移动，自动缩放大小 ，smart camera。
对不对？去年盈余配息率是九成，其实它不止去年九成。哎，我说真的，这家公司老板我没有记错，叫汪光夏嘛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叫汪董事长，汪光夏董事长。哎，汪董事长，你看看他们的盈余怎么配的？我说真的，赚30元配88.7%，配了27元，对不对？赚10.86元配92.1%，配了10元；赚4.67元配4.2元，配了89.9%；赚3.72元配了多少？配了3.6元现金，现金哦。然后赚4.3配多少？配3.63元。哎，人家慷慨，光是连续13年发股利就发了67.73元。你看人家这么慷慨，今年我去年我估在赚20块。很可能赚很可能发18块。那如果今年从谷底攀上来的话呢，投资朋友，哎，不过就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都跟你讲完啦、啊、只是你都不去认都不认真看嘛。投资朋友，24日跟你讲什么星星啊，23日告诉你群联目标价升400嘛，我们就坐在船上就好了嘛，准最后调一下最后调，对不对？安全带绑好，我们希望野村的价格会到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新兴42元，新会员进去买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跟大家讲，新兴如果要再破40，我会再买。这个这边有，来来有有有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嘛，对不对？新兴再破40，我会再买。这里面有写，然后这一空口讯里面还有这个给大家看，红杰克，对不对？红杰克，你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不多讲了，多说无益啊。对不对？台语叫啥？给讲诶，给讲诶，红杰克、啊，我讲过100元以下，我把上面不管是123到台湾，或是110卖掉的股份，我把它全部补回来，而且我也公开去干掉这些人。我说真的，来给大家看，哦，这我多弄了一大段，来，哎，我多弄一大段，我反正该弄的没弄进去，不好意思。好、哦，该弄的没弄进去啊，对不对？我都弄了一大段。我在上个礼拜才跟大家讲，我说啊，这一些投信真的很糟糕，有多糟糕你知道吗？给你看清楚，投资朋友，投信在12月底，对不对？投信在12月底做什么动作？他去砍我们的宏杰科啊，然后怎么样？把这些股票砍掉之后转入什么？转入3105的文茂。结果我跟你说啦，没有比较高明，真的真的没有比较高明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包括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去砍全新也没有 也不是对的。这些投信还去砍什么？去砍利基，今天不是涨停板给你看，去美化去美化，你是要我讲几次啊？对不对？你真的以为美中贸易协定签完之后就不去美化了？我告诉你，大家该移的厂移完了，然后怎么样？该转的单转完了，对不对？一切成定局了，只有个东西还没解决，华为，还有包括美国对中国输入的系数，还有得吵。我跟你讲，那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可以看到，连卓胜微这种公司都能够大涨特涨了。那请问你，利基的技术比卓胜微高很多，那要怎么讲？甚至这些股票，我说真的啦，对不对？这股票现在我们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瑞昱我早就没有了。我记得出在237、238，我早就没了。这都是去美化概念股啊，哪一档不是？我请问你，8086宏杰科哪一档不是啊？对不对？过去或许是透过什么？透过别人出啊 ，Skywars 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中文叫什么？思嘉讯，对不对 ？Skywars、Lumentum， 哦，龙加高什么什么 Cobo， 透过这些出东西的，现在不用了。中国大陆一堆公司。对不对？借重你的代工技术，你以为代工那么好做吗？如果代工很好做，尤其代工上的东西，这很难，这不是每一家都会的、欸。对，这不是每家都会的，不然为什么宏杰科号称是第二家有办法做什么？做手机的这个 3D 感测，为什么号称是第二家？其他人不能做啊！你做 3D 感测谁？那个车用很会做，我告诉你，金电也可以做 VCL 啊，什么垂直枪面共振雷射什么的，对不对？这没什么好讲的，好不好？这真的没什么好讲。100元以下买，现在105了，你可以今天出掉就赚5%，对不对？当初123到台湾，你记不记得最高124元嘛？你们不是那边讲得很开心吗？我们当初买才多少钱？70块而已，这个有什么难？我请问你，
一点都不难。你要掌握到关键嘛，我也跟大家讲过这几个关键字，今年很重要啊 ，LTCC、CIS、Mini LED， 对不对？今天有人看到这个，看到同心电跌下来，就说：“哎，你讲的不准，我没有买同心电，我希望它跌停板，你买我一定叫会员买。”你不要小看，你不要小看陈泰明董事长的决心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年并购那么多，并积美，对不对？齐立新去并什么？并那个什么中国大陆的那家什么公司，我也不知道，做什么线圈的，对不对？这做什么线圈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那不重要，你看他做的动作，对不对？甚至你也不要小看交加的2492，都不要小看他们啊，真的。哦，不要小看他们，千万不要忘记，什么这些股票你都不用小看他们，时间到了就会涨了。对不对？只是你要去掌握到这些，我刚刚讲那些我都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的股票是什么？群联啊，投资朋友，真的够让大家开心了吧？今年才不过开年的第一天呢，对不对？今年才开年第一天呢。有人说今年鼠年开，不会，鼠年是一月二十几日之后，那才叫鼠年啊。现在还是什么？还是猪年，对不对？还是猪年，只要不一不一，给我推推，现在还是猪年，群联。穆德，我没有因为今天建策只有涨一点，说我没有建策。我告诉你，建策我们长线持有的，你放心好了，对不对？你放心好了，真的，我出掉那一天，我会告诉你，这样真的赚很多哎、欸！感谢建策，是我吃，是我穿，对不对？我、哦、真的很开心啊！真的，你能够在一年里面，有人说买到台积电好开心，台积电一年照涨55%还56%而已，建策不止啊！建策是好几倍，建策涨了几倍？我请问投资朋友，建策去年年初股价多少钱？70几块，因为我印象还蛮深刻的，因为我在会员买的时候七十几块而已啊，70-80块就买了。哎、欸，70几块的公司涨到230几块，今天最高242元，它是涨了几倍的股票？你说会计师不搞啊？那人家你看那个昌和更厉害啊，昌和我说真的，就给他走好了。其实最近我还有一档低价股，我先跟大家讲明白哦，因为有人跟我看表说，会计师，你跟穆德做鬼耶，对不对？我说没关系 ，mini LED 那个跟穆德也是类似的同业那一档，50几块你也说很贵，我告诉你，照例的，春节之前我要推出小资族的红包股，听得懂吧？小资族红包股。不是铜板股啊！我说我不买铜板股的，那个位数的股票你自己去买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那种以前那个财讯喜欢推那种什么14字头，这种给你买就好，什么首利啦，对不对？什么首利啦、东华啦、什么大东啦，对不对？这种你买就好，这种我没有兴趣，对不对？大鲁格啦，这利贝尔赫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什么，哎，这些什么大宇啦、中孚啦，对不对？吉盛，这你买就好了，这我连看都不想看，我看不上眼。那个叫铜板股，我要带会员买一档，那不叫转机。事实上，它的业绩是一直往上走，今年业绩在成长40%-50%，而且我敢跟大家讲，这档股票的股价就在10块附近而已。大家记得去年过年前我推出了两档股票，你应该印象深刻，一档叫做奇美材，改名啦、啊，现在叫陈美材嘛，对不对？我赚完钱拍屁股走了，结果嘞，现在7块多啊！哎、欸，那时候涨好凶，你记不记得？涨好凶哦，每个人都在那边觉得哇，这够神奇的，对不对？进去的时候在10块上下，涨到14.45吧，大概7-8，哎，我叫9块多、8块多进去的，对不对？另外一档股叫什么？对，金宝嘛，阿宝嘛，记不记得涨到12块多啊？阿宝10块以下买啊，对不对？涨到12块多，今年又有一档了。过年前，投资朋友，过年前哦，过年前，你小资族，我告诉你，小资族你运气来了。对不对？我们不要说每次每档哦，你讲诶，穆德，你讲诶，啥什么建策 ，one long baby key， 我告诉你，这档股票保证10块附近，你一定买得起，对不对？过年赚红包就看这个了，而且他每年啊，这才很有趣，他每年第一季都大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不对？那涨完你就要去赚那一段嘛，我想我估计那是2%-3%吧，他旗下有一些子公司要挂牌。其实市场都有写，可是就是很不起眼，对不对？法人就不想买。我告诉你，等到真的挂牌的时候，法人就进来买了。你等着看，对不对？你等着看，我不要怪我们都没跟你讲哦。这很多东西，这边我们废话不跟他多讲了，投资朋友。哦，啊，
按太快哦，这个给大家看了嘛，这个看完了嘛，对，都看完了，都看完了，对不对？都看完了，对不对？都看完了。来，投资朋友，最后哦，最后，对不对？哦，来，投资朋友，最后一天，吸收你不赚钱的晦气，你不要怪我了。说真的，我讲话是真的比较尖酸刻薄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但我真的是希望爱之深，责之切。我希望每一位投资朋友都能够不用到高雄就能发大财，对不对？不要再配那一些说真的王老仙啊、王路仙仔啊被骗钱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你不要以为有什么被动式收入躺着赚，拢无这个代志。我觉得你真的不要想太多。我们这一次的快闪行动到今天结束，投资朋友到今天结束，尤其是没有参加过我会员的投资朋友，真的，我们这一次开出来的这个条件。吸收你不赚钱的晦气，投资朋友，这么好了，对不对？明天之后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次快闪行动确定在今天，好不好？今天午夜12点以前结束，超过你12点01分打电话来都没有吸收你晦气了。我真的是希望我们这么有良心的分析师，对不对？不要被劣币啊驱逐良币。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实话，好不好？快闪行动到今天，吸收你不赚钱晦气，赶快把握这个机会。我们刚刚讲的那一档小资族的红包股，即将就要进场了。祝大家操作顺利。